吃饭了啊！我吃的平时吃的很少，吃的不多，我每次就吃一碗，一碗。我这个灯好像要换，一直在闪。挺吓人的。今天吃点土豆炖豆腐，我做啥错事了？这么吓我呀？那边还有个剪馅的，您这边一说话，他那边一黑黑，一说话一黑黑。今天这一碗还不够呢。这盒整的有点多了。行了，不让你们看见我吃饭了，挂了。